失礼します。何がよかったか。仰せの通りに調べはしましたが、張君本が八王と連絡を取っていたという痕跡は発見できませんでした。あの女は調べたのか。あの女に関しても疑わしきありません。ジェイガー、張君本は我々のために八王の組織情報を洗いました。そこまでしたような奴が今さら我々を裏切るようなことなんかないんじゃないですか。俺は奴を信じてはおらん。前回あの女の警護に当たった兵士たち、スケベ心を出したであろう。あの兵士たちが統制始末するんだからと軽率な行動に出したことに関しては自分たちの監督不意通りでした。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そんな責任はどうでもよい。言い訳はせぬ。ただあの女は張君本にとっての命だ。事の真相が分かったらただことではないぞ。しかしあの張君本という男は八王にとってそれだけ価値があるでしょうか。利益とはな、永遠だって。敵は永遠ではない。奴が八王にとって利用価値があるのならば、八郎は奴を拒むことはないであろう。ですが張君本に対して疑いが芽生えている以上、奴を消して高校の腕を立つべき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奴はまだまだ使える。とことん使ってやれ。骨の髄までしゃぶってやるのだ。我々の標的はただ一つ、風鶴。喜根啊，哎，你说你们连长有法子干掉那个姓周的吗？哪个姓周的？就那个叛徒噻。啊，你说周坤鹏啊？不是啊。我们连长干掉他那不容易的很。嘿，嗨，就不要替他吹牛了。上次还不是失败了？那是留着他有用。一个叛徒有啥子用呢？有啥用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我们连长想要杀了他。隔着二里路就能一枪毙了他。嘿，哎呀，你个小小的年纪啊，学会吹牛了。就你们连长那个枪法，跟我都没有法子比，你拿他当神仙喽？反正我知道他肯定有办法。你们这干啥？我在想啊，没有我帮忙，你们连长一个人能不能干掉那个叛徒？那肯定能啊。哎，不过吴大叔，你已经是八路军了，能帮忙为啥不帮忙？哎呀，我不是想让你们副连长帮忙，跟你婶子说说吗？谁说婶子？小凤噻。小凤啥时候成我婶子了？我都叫她小凤嫂子。你立正！吴大叔说她是你婶子，就是你婶子，从今以后见了她就要喊婶子。坐，写，婶子，婶子，婶子写。你个瓜娃子，我来教你。就是你看啊，一个女人啊，放到了一个房子里，啊，这个就比方是我，哎，婶，写吧。一个女的，对，放在一个房子里，对，这是你。哎呀，你这个字写的歪歪扭扭的，好生写。副连长，你真的就带两个人去啊？放心吧，焦大员，我们这个是蚊子叮水牛，不在劲儿大，关键在叮哪。哎呀，行了行了，副连长你就不要再吹牛了啊。刘教导员啊，你赶紧劝劝他，他现在吹牛吹的连自己都相信了。咱们可是去打日本人，日本人啥子呀？多凶狠了！我还以为是大部队去嘞，就去三个人，那不是白送死吗？要去你们去，哦，老子不去了。哎，我老哥，那是谁死乞白赖的，非要跟着我去？怎么现在怂了啊？教导员，你就等着我们手刃叛徒，
凯旋而归的消息。八路军军官周鲲鹏将要当着全县人的面公开向日军投降。连长，周鲲鹏要是公开投降，老百姓怎么看咱八路军？小鬼子这招太毒辣了。哎呀，不毒辣那叫鬼子。哎，副连长，我看这次小鬼子要败坏你们八路军的名声哦。这件事闹出来，第一，败坏了八路军的声誉，破坏了我们的群众基础；第二，打击了八路军的士气，影响战士们对部队的信心。不是，哎，屋里开着好好的会，有什么话不能在屋里说吗？哎呀，副连长，我就是要跟你说一声，你们这个事情太危险了，会出人命的。我这次就不和你们掺和了。哎，我老哥，当初是谁哭着喊着非要跟我一起来的？那咋个晓得？你们八路军每回行都是刀尖上舔血，舔狗下玩命啊！啊，我这次我是为了小凤和我的大洋才来的嘛！啊，我命都没得了，大洋还有啥子用啊？哎，所以呢，这次我就不同你们吵了，我先回刘家庄去。吴老哥，你说的对，我们八路军打鬼子，确确实实是玩了命的打，不过有一点你放心，我们会保护你。那再说了，以你吴老哥的本事，怎么可能死呢？我傅子龙死了，你都死不了，你跑得那么快。我说过，其实很多道理啊，你比谁都懂。我咋个听你又像在拿话劝我嘞？我可没劝你啊，是我们柳家庄的兄弟确确实实一直在背后说你贪生怕死，可是我一直跟大家伙说，你心里还是挺勇敢的。可是这回你要是临阵脱逃，退出了行动，这一回去，话一传开，小凤嫂子也知道了。算了算了算了，我不说了啊，我还得回去开会呢。你参不参加，自己决定。那个，副连长，傅子龙那个小鸡贼，老子是上辈子欠你的。日军用心险恶，欲利用我军投敌叛徒一名举行受降仪式，打击我军抗日决心，八路军特此公告，受降仪式当日，我军将袭击日军目标一处。无论抗战事业如何艰难，我八路军抗日决心绝不会动摇。这是八路军要和小鬼子唱对台戏啊，各位。是，哎，这小鬼子以为弄了一个汉奸，咱八路军就难堪了。嘿，一个汉奸算啥呀？我们村委员会的会长仗着小鬼子势力还欺压百姓，没几天就让那八路军给毙了。早就该把他毙了。就是啊，还弄了个什么什么受降仪式。啊呸，爷们儿，我咱可是中国人，咱绝对不会给小鬼子去捧场去。说好，好说好。咱可就等着八路军打小鬼子的好消息呀。对对对，我的来路주시오게됐네요조명을긋다가成果の一報があった際に部隊を編成し、すでに各地へと派兵しております。八路の兵力をもってすれば、一極集中型の攻撃を受ければ我々もひとたまりもない。ただ
奴らが攻撃を大きくしなくても、その会があれば儀式には何らかの影響が出る。はい。ですので八路軍に対しては厳重な監視を置いてあります。どこであれ、戦闘が勃発した次第すでに予備役を増員に向かせられます。予備隊をそんなに勝手に動かすな。これはフーズロンのために使うのだ。フーズロンは賢いからな。屌フーリーション。うまくやらなくてはならんだろ。八路军解放者了！八路军解放者了！都宰了，副连长，快撤吧！撤什么撤？啊？贴上啊！哦。啊！这写的什么呀？犯我中华者，必死！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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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せが、今後八路は町の至る所で破壊活動を繰り返しており、分かっているだけ5箇所に上ります。負傷者はいるのか。兵6名が死亡、7名が負傷です。聞いたことあるか。山雄由来フォン万路。この感じ。奴は必ず来るな。で。敵の数は把握したのか。いえ、大規模な攻勢が行われていないため、現在のところ敵の実態が把握できておりません。うん、奴が動かなくとも俺はわかる。奴の標的はこの儀式だ。各部署に伝えろ。むやみに動くな。そして奴がこの総攻撃式に参加をしたところできっちりと捉えてやる。はい。
我明白了，你呀，这次出来你根本就不是想去除汉奸，你这东边打一枪，西边打两炮，就是给鬼子一通闹腾。回去呢，你就说：“哎呦，鬼子太狡猾了，任务失败了。”这样呢，也有个交代，是啥？吴大山，你胡咧咧什么呢？我们八路军可不是像你那么不要脸的。对。 这个可不是他不要脸，这叫聪明，这叫生存的计谋。何老哥，我们八路军从来不干这种欺上瞒下的事儿。聊什么呢？小同志，你这个壶不错，送给我喽。啊，就算是送给根据地的同志了。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啊！哎。 没关系，没关系，既然吴老哥喜欢，就送给你了。哎，人家送给我了。在场的各位，一直都积极的支持皇军，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而贡献力量。本司令官也一直致力于推动日中亲善。 虽然有八路军屡屡进行破坏，但是他们中间的有序之事，在本司令官的感召之下，也明白到了皇军的良苦用心。现有八路军的军官周坤鹏，反思了自己的过错之后，愿意真实的向我大日本皇军投诚。他本人提出公开举办守将仪式，向皇军。 表达他的忠诚。现在，我宣布守将仪式正式开始。安全上，快点，快点，上！
藤長官、病院が襲われました。なんだと？成果、あれをご覧ください。くそ、遅かったか。既然知道，你就不应该投靠日本人。福子龙，我投靠日本人是出于无奈。是我先对不起你们。一人做事一人当。小鬼子，跟老子耍，你们还嫩点。日子，来吧，修了多少年？我的父子我带你，东西一个，呀，好，这个。亏你以前还是我手底下的兵，你怎么就那么不了解我呢？我压根就不在乎自己能不能走出这个院子，我只在乎今天你这个叛徒必须死。我八路军连长傅子龙今日处决我连叛徒周坤鹏以叛徒之血祭奠牺牲的兄弟。大宝，副连长，鬼子来了，我们走。
走！连长，小鬼子这身衣服真好哎，我估计我们就是出去都没人拦我们。别那么多废话，他们一到周家，咱们的身份就要被识破了。走。の手がかりは何か見つかったか？ありません。じゃあ、はい。那怎么回事？快说，这怎么回事？是傅子龙，傅子龙假冒太君杀了他吗？人呢？往哪边跑了？走吧，那边。瞧一瞧，看一看。快点，快点！来，便宜了，好，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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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站起来，小白眼，站起来！小姐，我们就在这分头走吧。最近风声比较紧，你要特别的小心。好，副连长，你们也多保重。啊，谢谢三爷老板。哎呀，这么好吃的东西，西哥这个瓜娃子没得吃过哟。哎呀，你们还真逃出来了啊！我就说嘛，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次杀不了叛徒，还有下一次吗？真的是要多谢吴老哥帮我们引开鬼子，除掉叛徒的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了。三子，你们把姓周的给杀了？不可能吧？啊，你们就这样几个人，连个受伤都没得，而且逃得比我还要快，也没得时间完成任务啊！骗你干嘛呀？我们真的把周坤鹏
干掉了。咋给我干掉的？哎呀，当时是这样啊，连长带着我们冒充鬼子，就这么大摇大摆就进去了，随随便便就把周坤鹏给干掉了。出来的时候，鬼子都不拦我们。那你们没得一个会讲日本话的，那碰到了盘查不就露馅了吗？小鬼子全都让吴老哥你给引开了，谁还顾得上盘查我们呀？是不是？哎呦，还真是很厉害哈！哎呀，还要缴获了这么多的东西。得嘞，今天我也太累了，我要坐摩托车回去。哎，吴老哥，哎，这次任务咱们也完成了，回了根据地，你呀，一定要好好尽一尽教官的责任啊！不，是，不过这次呢，你也是费了挺大力气，你也有功劳。要不这样，你回去好好当你的教官，我呢，愿意充当一次媒人，帮你跟小凤好好的说一说，行不行？那你这回不骗人。我不骗你，不过事先我跟你说好，媒人归媒人，帮你说亲没有问题。不过这事儿成不成，人家同不同意，那我不敢保证。哎呀，有你副连长这么重要的人物帮我说亲，哎呀，肯定好事能成啊！走吧。啊。哎，副连长。副连长，副连长，副连长。副连长，你啥时候回来的呀？叛徒除掉了吗？当然除掉了。我听说啊，你们执行的是什么除奸任务？哎呦，我这心里我又贪心，我又放心。我知道你肯定能完成任务，可我就是觉得像枪林弹雨的我。谢谢你关心，罗队长。红妹，哟，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你叫我红妹就行了，你。啊。啊，红妹，红妹，红妹啊！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啊，副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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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有事儿，我要加入八路军。啊？你现在不已经投身革命了吗？啊？你还是个妇救会队长呢。副连长，我是说我要正式加入八路军。我不想再在根据地待着了，你赶紧把我编入你们连队吧。以后你该出去什么行动啊、打仗啊、锄奸啊、什么什么游击什么的，我干什么我都可以跟你。你们在一块儿，我想帮你做更重要的事儿。刘，红妹同志啊，这军民鱼水情，部队在外打仗，少不了你们后方的大力支援。你是妇救会队长，已经帮我们做了很多很重要的事儿了。真的？我能帮得上你啊？那当然帮得上了。可是，我想帮你更多，行不行啊？我得找交代员汇报工作去，要不来不及了。哎，副连长，行不行？你还没告诉我呢。报告。进来。副连长，你回来了。报告交代员，已经顺利完成锄奸任务。有没有伤亡？好你个傅子龙啊，有你的！子龙回来了，哎，你快说说怎么完成的任务？哎，许大皇上啊，什么意思？怎么又跳上水了？你干啥呀？啊，我这儿没水了，让许指导员帮我挑一桶水。副连长，你不会有意见吧？没意见。没意见，我们帮你干点小事，这是应该的，应该的啊。以后再有这种事儿，你找我，我来。嗨，这种小事哪用得着你呀？来，你赶紧坐下，你快跟我说说，你是怎么除掉周坤鹏这个叛徒的？对对对，你快说说，快说说啊！我们呀，逮到了个机会，冒充了鬼子，杀了周坤鹏以后啊，我们大摇大摆的就走出来了，根本就没人拦我们，我们还截获了一辆日本的三轮摩托。啊？こんにちは。嗨。お名前は何ですか？はい。
就凭你这一句日语，就没让小鬼子给你毙了？那怎么了？就这一句就足够糊弄小鬼子了。好，不管怎么说，你这次表现得非常出色，我一定会向上级为你请功的。哎，这上级是上级，教导员，那你准备给我点什么奖励啊？副连长立了功，我当然得有奖励了。要不这样吧，改天我包顿饺子请你吃，怎么样？哎，那改天不如今天呀。哎，我今天啊，今天不行。子龙，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今天我跟教导员有点事儿。有事儿？有什么事儿啊？你们？我们俩今天真的有点事儿。要不这样，你今天回去先好好休息，改天一定请你吃饺子。啊，那我就有事儿啊。那我就走了。啊，那我走了。改天给你包饺子啊。真不理我，不会这俩真有什么事儿吧？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轻松，又到你的忌日了。八路军的那个叛徒，终于让傅子龙给杀了。听到这个消息，你应该很欣慰了吧？嫂子，你也别太难过了。我哥已经走了好几年了，你多注意身体，多带领我们杀鬼子。等把鬼子赶走了，我哥一定会很高兴的。会有那么一天的，迟早有一天，我们会建立一个新的中国，一个繁荣富强、人人安居乐业的新中国。到那个时候，你哥还有所有的先烈们，他们的牺牲也就都值了。雪山，也许有一天我们都会牺牲在战场上，但是我相信，我们用生命换来的必然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山，你可真行，我非得给你搅黄了不可。副连长，副连长，有什么事快说啊，心情不好。咋了？你不是找旅长官报功去了吗？还挨批了？我说你们八路真是奇了怪了，立了功还用挨批？哎，
你别一口一口你们八路你们八路的啊！你现在是我们八路军的教官，你应该说我们八路。我还没参加噻。可是教导员已经批准了，你现在就是我们八路军的教官。女长官批准了，我自己没批准噻。你答应我的事还没办呢。我答应什么了？傅子龙，你不能这个样子吧？小疯子是噻。啊。找小凤嫂子说和是吧？记性还真好。行行，我现在就去。行了吧？那行，那我等你佳音哦。哎，先说好了啊，佳音可不一定有，没准啊还是噩耗呢。啥子？哎，余家庄？谁个？余家庄是哪里的？哦，夫子郎啊，ここにいる。